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在暑假期间呢，为了让青少年朋友有正当的休闲活动，而且能够远离毒品、飙车等伤害，基隆市警察局每年都会推出青春专案。今年的亮点跟重点在哪呢？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侦查员高子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侦查员高子杰。子杰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少年队副队长高玉宪。主持人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少年警察队副队长高玉宪。副队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交通队的组长，我们的杨洪亮。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队交安组的组长杨洪亮，大家好。组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妇幼队副队长袁佩华。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妇幼队副队长袁佩华。副队长好。暑假来临，为了要保护青少年嘛，警察局就启动了青春专案，全面启动，一块来看看。数十辆警车晚间十一点浩浩荡荡出发，展开青春专案扩大临检。各位呢，到了现场以后呢，特别注意到哈，临检对象有没有容有毒少的？警察局长刘耀清亲自主持勤教，就是要让青少年安全度过暑假。基隆市警察局执行青春专案，扩大临检，动员百名警力，在 KTV、网咖、撞球间等特定场所加强临检。少年警察队一个晚上下来，总计查获酒驾一件，违反公共危险罪一件，通缉犯一件，还劝阻流连不当场所的少年。本局局长于昨日2、3点到2点。亲自带队执行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扩大临检勤务，针对 KTV、网咖、撞球馆等辖内青少年易聚集滋事场所加强临检，并于各易肇事路口执行路检拦查，防止青少年飙车、酒驾等行为。即查获公共危险一件一人，诈欺通缉犯一件一人。另外自暑期青春专案执行以来，已劝阻登记青少年流连不当场所九人，并依涉事法对店家采罚。本局会持续维护本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以保护青少年，避免被害。就是要在暑假保护我们的青少年，要赶快请教我们的副队长哦。就是在青春专案执行的重点层面有哪些？我们今年的青春专案执行期间哈，跟往常一样，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不过它的主轴工作有变哈，主要是五大工作主轴。第一个就是防治少年接触新兴毒品。所谓的新兴毒品它并不是新发明的，而是新的不当使用，它主要会出现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管制，就像毒品的那个化学结构式做些微的改变，以躲避行政院公布的那个毒品范围。然后它使用途径大概是透过饮料，还有一些零食，像我们所常常看到的咖啡包、奶茶包，还有糖果、果冻、梅子粉等，然后他对我们青少年行销的时候会跟他说啊，只是会让你嗨的咖啡以及奶粉，或者是说是流行，不是毒品，或者说检查一量验不出来，你不用怕，然后他的毒品的种类主要就是摇头丸跟 Ketamine，那使用的后果当然就是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甚至在我们警察查过的案例里面就曾经发现有一个少年他在家里使用，趁他家里都没有人的时候在家里使用，然后吃了一包，因为他那个新兴毒品它是好几种毒品混在一起，然后刚使用的时候迷幻效果并不显著，于是他接着使用第二包、第三包，导致用量过重，最后导致死亡，所以我们警察在这方面第一步就是要加强宣导，会到校园向学生来宣导，以及制作黄毒短片在那个网络来宣导。另外就是加强临检，就是我们青少年常常吸毒的那个KTV、网咖、汽车旅馆等地加强临检，以查缉不还。另外第二个工作主轴就是防治少年参与诈欺集团或担任车手。诈欺集团他们内部都有任务分工，主要配分为那个金主、
机房、取部手还有车手。其中少年他受到利诱，就有可能参与诈欺集团。可是他因为他的技术层级很低，所以最多的可能就是担任诈欺车手。他可以大概分账，他们是使用分账制，大概3%。另外也有可能少年会出卖他的金融账户，或者是被骗他的金融账户，他可以获得一笔钱。可是如果到时候被法院追诉的话，除了少年，还有他的家长都要负连带责任，就是你为了这3%，导致你要负100%的赔偿责任啊，实在是得不偿失。另外，第三个工作重点就是避免儿少遭受色情行业利用或私密影像遭拍摄及散布。少年暑期打工的时候，容易踏入我们色情业者以工作轻松薪水高的广告陷阱啊，实际上就是从事那个坐台陪酒，甚至会出卖肉体。少年网络交友的时候，对身体隐私的观念比较薄弱，容易遭网友引诱来拍摄私密照，最后会严重危害少年的人格尊严。第四个工作重点就是防止少年涉足赌场或网络赌博。少年在暑期会流连网咖电子游戏场其中可能会有赌博的行为，像赌博电玩等等行为，甚至会涉足德州扑克、百家乐等赌场，以及透过网络来下注非法的运动牵赌。等到输钱后，那业者就会引导他向地下钱庄借钱。等到无力偿还的时候，就会引诱少年来当诈欺车手，或者是去校园贩毒，或者是招募其他少年来当赌客。另外第五个重点工作就是防止少年深夜流连不当场所。暑期少年因为没有课业压力，所以他常常容易呼朋引伴聚集在 KTV 网咖还有撞球间，因为这些场所出入分子复杂，为了确保我们少年的身心健康以及出入环境的安全，所以我们社制法有规定在深夜零时以后禁止出入这些公共游乐场所。谢谢。所以就是其实青少年因为没有课业压力的约束之后，他们就会晚上会溜出来，然后他们最常聚集的地方就是 KTV， 一些大家会觉得可能会聚集而进行了斗殴犯罪的场所。我要请教我们的副队长，其实你们都常常到哪些景点去取缔这些情况呢？市区啊，市区有一家 KTV 哦，非常有名，因为哪一家啊？这个名字我现在不好公布了，三个字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去到那边，青少年常在那边，聚众斗殴也有，是在那边吸食毒品的也有，是。为什么会去那一家？因为那一家收费便宜。是。一个小时要几十块，40-50块就有了。是。然后收费平，那大家都去那边消费。是。所以这次我们对业者才华因为这我们刚刚有里面有提到我们查在那个7月1号是凌晨0:40的时候去做扩检，扩检的时候查获那个该店内有3间包厢，总共9名少年还在里面唱歌。所以我们对业者依照社资法第77条裁还15000元以下的罚款。原来如此，所以就是强调，就是要求业者不可以让青少年、未成年少年逗留那么晚了还在那里逗留，所以就是从源头来这边着手。那当然也要呼吁青少年朋友，也要呼吁家长啊，要好好的把小孩看好，在家里面让他们出来惹是生非。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因为暑假期间很多青少年朋友都会想要赚钱啊，但是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现在的假求职到底都怎么回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在这个疫情当下，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可是为了要养家活口，大家都还是要找工作。一般人都会向往那一种待遇高、轻松赚，可是往往就会陷入了一些诈骗的陷阱。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几个关于求职的诈骗的陷阱。
首先呢，第一，他们会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提款卡跟你的存折，然后来协助提领不明款项以换取薪资。第二，要制作薪水账户跟加入企业会员，然后要求你提供你的身份证正本还有你的存折等，这时候你往往就陷入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第三，会以要制作员工制服或者是缴健保费向你们骗取费用，这些都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的陷阱。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征才公司需合法立案且正派经营。第二，千万不要随便交给陌生人你的账户、提款卡或者是身份证件，也不要乱签署任何文字契约。第三，通常跟你讲说钱多事少离家近，通常都是诈骗陷阱。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在求职的时候，如果你提供你的账户或者是协助提领不明款项，是有可能触犯诈欺罪的。未成年的朋友，如果你们一样犯罪的时候，你的父母是要负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这边啊，我要特别提醒爸爸妈妈们，请多关心小朋友。如果有任何诈骗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打165询问哦。在这边祝福各位求职顺利。真的就是要祝福大家求职顺利，可以顺利的赚到你的零用钱。那当然在找工作这一步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侦查员，我们的子杰。那像现在暑假到了，那青少年都会特别去求职啊，或者是说找一些打工。那我们首先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求职的诈骗到底有哪些。就比如他会先跟你说要提供你的银行存簿啊，或者是说身份证。那身份证如果你是给他正本，就是整张都给他，那他就会拿去可能说办一些银行账户，甚至是办一些电话号码，然后拿去当做一些人头的号码去骗取别人的钱。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要求你提供你的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那他这个就更方便，他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登录，然后去把你的钱啊就是转出转入，当做一个人头账户来使用。那我们首先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求职有三要原则，然后哪三要呢？就是要确认、要存疑、要陪同。那就跟刚刚我们李毅所讲的一样，就是要确认，我们要确认说我们这间公司它是有合法立案的。那如果说我们这间公司就是你网络上找不到它的登记，那或者是说它的公司就是去搜寻之后，可能粉丝专业啊什么都是很空洞的，那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创的。就是空壳公司，那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那第二个要存疑，就是比如说他提供的工作的待遇或者是说工作内容就是非常的不平等，比如说在家轻松赚，或者是说免费就是轻松领，每月轻松领50000，那这些就是很明显就是你的劳役，就是你付出的劳力跟你所取得的报酬非常的不平等，那这个也有可能是可能会让你变成诈骗的车手。那最后第三个要陪同，那要陪同就是比如说你去求职的时候，尽量要请你的亲朋好友，不论是你的哥哥姐姐啊，或者是父母亲，甚至是一些亲戚或者是同班同学都可以，那就是他在附近就是等你。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案例都是说我们去求职，那你到现场发现你要当诈骗车手，然后你就明确的拒绝那间诈骗集团，那他就会把你就是用人多势众的优势把你留下来，然后你就会被软禁，然后你可能身上带的一些像刚刚提到的身份证，你就会被拿走，被拿去办一些银行或者是电话号码，那你就被软禁在那间他的求职的地方。那后来就是我们基隆就是有最近就这一两个月就侦办了至少5起以上的这种案件，真的对，所以就是要提醒就是大家就是要求职的时候就是尽量。要有陪同，对，然后不然就是要选择像星巴克啊，或者是说公开的场合，对，是不要一个人冒冒然的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对，那刚刚说到这个暑假打工要慎防车手集中营，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案件很多，光基隆这样子两个月就有5起啊，对，至少有5件。哇塞，真的是要特别小心。然后还有诈骗集团，他们真的很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要骗取你的账户，然后你的账户呢就会接下来你的信用就会被冻结，对不 对, 对, 对？信用被冻结，这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其实还有类似的案例，我们要再请的子杰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像之前啊，有一个我有看到有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他就是听信了诈骗集团的就是话术，他就以为是要去当会计，然后那他就是去应征之后，他就是一样在家上班，然后他就是诈骗集团就会跟他说，哎，这笔钱入账，你帮我提领出来，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的费用，然后就提领出来之后，到可能没有监视器的地方，或者是说就是比较不是市区、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避免我们警方的追缉，然后他就会要求他面交给我们诈骗集团的车手，然后这笔钱就是最后就会找不到。然后之后他就是因为这件案子，我是在因为我有办过解除警示账户的业务，那他就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账户就被警示了。对，那如果民众你因为可能误当诈骗车手啊，或者是人头账户，你的账户就可能会被警示，那这个账户这个警示的记录会一直留在你的就是人生里面。对对对，因为像银行都有那个联征中心嘛，那你就是银行就会看，哎，你的账户可能曾经有被警示的，那就会对你的信用有一个打一个问号，这样。是。对，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工作内容一定要慎选，就是可能像会计啊这些，就是一定是就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就是一定要再三的确认，或者是说，哎，先跟有求职经验的家长啊，或者是朋友，就是先询问过，哎，这个工作内容是不是 OK？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国道楼道选手，我们的杨永伟也特别站了出来，跟大家呼吁一下，要特别小心哦。大家好，我是楼道选手杨永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接下来我会以2024巴黎奥运为目标，继续努力前进。最近刚好是暑假，我也常常从新闻中看到未成年当诈骗车手被捕的新闻。现在诈骗集团为了不被警方发现，会派出车手向被害人取款，或到 ATM 领取赃款，更常以高薪、轻松、刑责轻等话术来吸引年轻人。当一次车手便可以领取好几千元，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报酬。但是要注意，根据民法规定，被害人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向未成年诈骗车手的父母请求赔偿。所以不只会让自己背上诈欺共犯罪名，也会影响到父母。在此呼吁青少年朋友们，可以利用暑假的期间多从事正当休闲活动，像是柔道或其他运动都很好。千万不要因为金钱诱惑而去当车手，害人又害己。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记得哦，有时间要多运动。要多运动保护自己，而且还要非常聪明的来辨识你要找的工作。那青少年朋友其实在暑假除了要找工作之外，其实他们可能血气方刚，可能会被呼朋引伴的去飙车。不过要飙车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警方祭出了利器，一块看看。机车排气管发出轰隆轰隆声响，如果在半夜，不但扰人清梦，还会引发民怨。但往往警察赶到，噪音已经消失。这个还好。现在有改装排气管的车主可别心存侥幸，基隆市警察局有取缔的神器，这一台结合取缔噪音加上超速照相仪器，要让违规车子无所遁形。这一段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会显示速度在这里，然后这边会有显示噪音值、那道路限速等等之类的资讯，所以这个就被拍到的。对对对，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有就是拍到的。这台神器的上头有一个黑色收音的麦克风，下面搭配镜头和感应器，只要设定好路段的限速以及噪音的分贝数，架设在三脚架上，操作简单，就算只有一位员警也能够执法。本市在有关取缔改装车噪音的问题，往往需要配合到环保局以及监理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往往必须要动员到5到6人。未来有这套设备的一个增购使用，可以节省相当多的人力。有鉴于基福公路开通之后，每年取缔的超速案件超过500件，夜晚更是有改装车辆发出噪音。基隆市警察局斥资了80多万元购买这一台神器，将先配发使用在基福公路路段，希望达到吓阻作用。这套设备是除了可以测速举发以外，也兼具结合了噪音侦测的功能。未来我们在这个路段，我们会实施一个违规超速的一个取缔，以及噪音值得取得之后，我们会将相关的数据会函送到本市的一个环保局，来依法通知车主做一个复验。如果超过标准值，我们会依法来开罚。
长期关心深夜噪音的市议员林敏勋表示，新的设备可以在各易肇事路段执行，若成效良好，将在审查预算时提案多购买几台，希望达到吓阻深夜噪音的问题。基隆警方大执法，除了超速可以依法开罚，若噪音分贝超过标准值，就会通知车主前往监理站复检。习惯开快车又改装车辆驾驶，可别心存侥幸。真的不要心存侥幸，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交通队组长，我们的侯亮组长。组长，请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暑期防标勤务当中呢，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然后你们的路口重点又摆放在哪？好，那针对这个暑假期间的青春专案哦，本局哦有针对那个易肇事路段时段，哦及青少年易聚集的场所，编排那个防标的勤务，主要是取缔超速的车辆，还有青少年无照驾驶。另外，配合那个环保局监理站，加强取缔噪音车辆，还有改装车辆。尤其针对本市的各连外道路，比如说湖海路啊、基湖公路、西平公路、信台五线等，都列为我们防治的重点。那本队为了要节省那个取缔噪音车辆的人力哦，就如同上那个影片里面所讲，本队还派出了四个人到南部去受训哦，并取得专业的证照。是你都学飙车吗？不是，是操作那一部机器。哦，操作那部机器。那部机器要有专业的证照才能操作。哦，真的。哎，那如果我们那部机器是连超速还有噪音，你的音量如果超过法定的分贝，我们一定要移给环保局，环保局通知你来复验，你复验不过的话就裁罚。那环保那个监理站的部分，你改装车辆要认定的话，也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认定。那你如果被我们开单叫你要到验，你如果没有去监理站的话，到验不过的话，你的牌照会被注销。那去年不，今年啊，今年一到六月哈，我们暑假我们会针对那个无照驾驶的青少年，哦，特别予以重罚，哦，因为今年一到六月，青少年就是18、19岁以下的青少年，总共发生了交通事故51件，哇，而且都是受伤哦，哦，啊，那其中这个都是无照的受伤的，哦。那我们整体一到六月的那个交通事故，19岁以下，也就是说青少年这一个部分，哦，占了目前那个交通事故的量是10.41%，哦，1/10耶。对，那受伤有371人。哇。那我们除了针对那个无照驾驶，除了开单以外，开单就是罚6000块，哦。我们除了罚钱以外，我们还会发函给在校他所就读的学校跟校外混，特别去关心他。好，那学校也有他们相关的处罚。好，那去年的时候有2件，就是因为无照，就是18岁以下无照，因为驾驶不当。一件骑从他的行车记录器来看，如果是一个会骑车的人，他不应该发生这件乌龙意外。对，它的速度其实很慢，不会很快，但是因为是过弯，他没有办法去操控这辆车子。那这辆车子是他向一个朋友借的，他载着一个他的同学，然后过弯的时候不幸因为操控不当去擦撞那个护栏，结果就摔倒以后头部受重创，当场就死亡。那他被他载的那个同学内脏破裂，头部也出血，哦，这种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哈，哦。那另外一件就是他也是无照，然后因为闯红灯就撞到那个另外一件从对向来车出来的车辆，哦，也就是当场就死亡，哦，这样。那个无照驾驶是要不得的行为哦，请这个家长哦，在此我另外也要提醒家长哦，如果你的小孩是
未满十八岁没有驾照的，哦，千万不要让他们骑车，哦。除了发生意外以外，你当监护的人，监护人也要负相当的刑事跟民事的责任。是，欸，所以因为青少年他们就很喜欢骑车，但是他们又还没考驾照，所以警方是不是有跟某团体合作来开办这个驾训班，对不对？哦，我们统计哈，哦，那个青少年是最容易肇事的族群，是，哦，常常会无照啦，哦，然后超速，哦，不会骑又爱骑，要骑很快，哦，还有他们都骑车都没有在看，哦，另外就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闯红灯、跨越双黄线等等，哦，那整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哦，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青少年，哦，他的观念不好，交通的安全的观念不好，跟那个不当的驾驶习惯来造成的，哦，有鉴于这个部分，哦，我们当初那个青少年，我们在就我们那个年纪啊，我们在学骑摩托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骑了就上。你说二十年前吗？对，你这样不是泄露我的秘密了吗？我们这除了哦，我们自己学，家长教，朋友教，大家都没有那种标准的那个安全的啊那个交通安全观念哦。那去年哇，今年年初，我们特别配那个请那个天险工配合我们，哦，我们就机车考照全额补助。首创全国首创啊，哦，我们有跟千险工争取了五十个名额，哦，那报名是秒杀的，哦，那我青少年如果其要考照前哦，经过那个完整的机车驾训，从学科的学习到术科的实境感受，可以让那个学员了解道路的风险跟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新手如果经过这样子完整的训练以后，他上路了以后，他就知道什么该骑、怎么骑、什么不该闯，啊，什么时候要让，哦，这对交通安全是整个很有帮助的哈。那因为我们做了那个领头羊带领这个就是全额补助机车驾训的部分，那其他县市也跟进，也都有很多有跟进。那监理机关也看到了这一项，他们也有哦，你只要满十八岁，哦，在11月30号前完成考取机车驾照，前提是你要报名机车驾训班。哦，你只要在11月30号完成考取驾照，他就可以补助你1300块的那个机车驾训补助费。哦，但是名额有限哦，我记得应该是20000个名额，全国20000个名额，所以有需要的青少年朋友赶快把握机会了。是，学好怎么骑车很重要。在去年有我们有一个在百福那边有一个青少年啊，哦，他一开车出去以后就撞了一排的路边停车，后来我们去道场去处理的时候啊。他都赔不完。他说他看的那个香港的那个古惑仔影片以后，突然就心血来潮，然后又喝了酒，就偷开他妈妈的车出门，一出门一右转就撞倒了一整排的车。哦，他除了要付相关的酒驾，他测出了酒测值，我记得是0.35吧。哦，就是要依公共危险罪去移送。哦，另外他撞倒的那些十几辆车他也要负责赔偿，还有自己的车也撞得稀巴烂。那青少年酒驾的这一部分我们倒是比较少遇到这一块，但是酒后不管是你是青少年或是成年人或是怎么人，酒后千万真的不要开车，你不仅危害到你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听说连一小杯都不行哦，就是有朋友被扣出去嘛，就最近的案例被扣出去，然后他说他已经喝醉，请他去接他，就他到现场呢，对方就说：“哎呀，没关系啊，就喝一小杯又没有关系。”然后他就喝一小杯，就一出去就被警察拦截，结果一测出来是0.1多，然后就一样还是酒驾。
我如果我们是如果你是事故的话，我们就是0.15就要移送。0.15你只要喝一小杯的威士忌就会超过了，就超过了。对。啊，啤酒大概一罐也就超过了。啤酒一罐，所以半罐还不会。哎，这我不敢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是，所以反正喝酒就千万不要上路就对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听说罚金也蛮重的吧？对。现在是，第一次，你如果是以公共危险罪的话，就是我们一事不两罚嘛。你移送的话，就是看法院要判你多少。那你单纯如果是酒驾，就是单纯的酒后驾车的话，哦，机车是30,000，那汽车是90,000。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就层层加 ，double 就是 double 这样。哇，那这个 double 上去真的是翻倍涨，很可怕。重点是还会被吊销驾照吗？吊销驾照。对，你要再考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对，那好了，我们就青少年就是飙车、勤务这些要特别注意之外呢，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如果你陷入了情爱，而对方又不怀好意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要先带大家来看看真实发生的案例哦，快看看。前面用简单的对话讯息讲述一名男网友要求少女传送自拍裸照给自己，那这个行为已经触犯了《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第二项，引诱儿少拍摄性交或猥亵行为的照片或影片，将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那男网友还有将收到的少女裸照传送到自己的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中，这个行为也已经触犯了《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8条，散播儿少性交或猥亵行为之照片或影片，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同时也触犯刑法第235条，散播猥亵物品罪。那听完前面的案例，大家不妨想一想，真正的爱情需要靠裸照来维持吗？自己是不是正落入对方的话术中呢？若对方说出不给裸照就分手，那么我们还是尽早摆脱这个人吧。依据报案人近几年的控诉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不会传给别人这句话基本上都不可以相信，尤其是许多少年少女因误信此话导致裸照在班级群组中流传，即使对方真的没有传给别人，那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对方手机永远不会有第三人可以阅览呢？即使是已经结婚的夫妻，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拍摄私密影像，以免沦为日后吵架的把柄。最后给大家一句忠告，网络无远弗届，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真的要特别小心。刚才看到的案件是大部分会碰到的事情，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法，犯罪手法呢？然后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这里呢，妇幼队跟大家分享哈，归纳了3种常见的手法。
第一种呢，就是假意成为男女朋友，要求分享私密照。青春期的青少年呢，常常因为偶像剧梦幻般的剧情，然后呢，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哈。那如果交网友不慎的话呢，就很容易让躲在键盘后面这个虚拟世界的有心人，就是有机可乘的机会。那常见的手法呢，有用俊男美女的图片呢，制造虚假的这个身份，然后聊天聊久了之后就骗裸照，好，那甚至呢有骗了裸照之后呢，再要挟被害人约出来，然后呢就是加以这个性侵害的案例也有发生。那第二种呢，就是以交往为前提呢，花言巧语来骗儿少呢自拍这个裸露的猥亵影片，到手了之后再情绪勒索，如果不从的话，就要将这些影片散布出去，进而达到他控制的目的。好，那第二种类型的是用私密照换取购买游戏点数啊，或是宝物等等。那暑假期间呢，大部分的青少年在使用网络游戏的时间会很长，那网络的聊天室也常常是犯罪的温床哈。那我们有发现呢，青少年为了要玩这个网络游戏，但是他没有钱，但是为了要购买这个游戏点数或是宝物啊，让这个游戏打得更变成更厉害这样，所以呢就是被同样在网络聊天室玩的这个玩家呢，用诱骗的手段，就是拍私密照来换取，这个也是常常发生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泄露个资后，遭到威胁，然后拍摄私密照。一般青少年他的安全意识很薄弱的哈，在网络里面呢，对个资揭露的部分不是很注重，那所以有些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无形之中就会让别人知道了有一些不敢让大人知道的事情呢，那就会被网友呢利用，然后要挟拍摄这个私密照。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恐怖，有那种花言巧语、情绪勒索啊，然后还有诱骗啊，然后你的安全意识太薄弱的话，一下就被骗了。反正以后只要看到，只要是诱骗要你拍裸照，一律都说不就对了。是，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想要炫耀的，是不是有发生过青少年上网公开自己的裸照？那又怎么办呢？对，那有些青少年呢很喜欢自拍好玩，然后要获得大家的注意哈，就是将自己的私密照张贴在脸书啊或是社群软体供人浏览。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也很容易让有心人士哈寻找，变成有心人士寻找的这个对象的管道啦哈。那将自己的私密照拍上传张贴在脸书呢，这个是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8条，散布私密照那是违法的。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小孩子们，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好玩而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是，因为这还是会犯法的哦，要提醒大家。那另外呢，刚刚说到在网络上买游戏点数什么之类，但有另外一种，它是又惑你去赌博的，就是线上赌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线上赌博这件事，其实也是沦为诈骗集团的方法之一。我们一块来看看哦，这个博弈网站调降这个中奖率。警方兵分多路来到博弈网站提供服务的科技公司据点，查获大批现金以及电脑主机等赃证物。刑事局破获以庄姓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在国外架设赌博网站，再分别由国内的管理人员进行任务分工，招揽客人。他们现在境外设立一个母公司之后，分别由财务、运维、人事及客服，然后他透过客服来招揽客人之后，让客人在线上博弈，完成整个对赌的动作。但是如果民众下注，他又故意不出金，所以导致部分的民众确认说他遭受到诈骗集团的青睐之后，所以我们在第二波顺利将这些犯险一起跟他查获到。
警方发现网站中各类博弈游戏头奖中奖几率只有0.2%到1%，且附带严苛的处罚条件，不单让被害人十赌九输，甚至以拒绝出金的方式诈骗被害人，出估超过30多人遭诈，被骗金额超过100万元。他们利用后台管理的优势，特别调控出金率降低到1%到0.2%，甚至于在出金的要件下，还特别会预定有特定的条件才能够出金，导致虽然在这么低的一个出金率的状况下，偶尔有碰触到大奖的被害民众，也不得其门兑换到这个案件的奖金。啊，本局在分析了解到犯嫌他们所藏匿的地点之后，在上周同步在台北跟台中执行拘搜，顺利逮捕到了34位的犯嫌到案，同时现场查获了960余万的现金，以及冻结了600多万余元的资金的流量，以及后台伺服器以及所有犯罪用的工具。警方表示，年关将近，民众手头资金充沛，切勿沉迷赌博，妄想以小博大，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呼吁民众如发现不法赌博情形，务必向警方检举。像这样子在线上赌博的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侦查员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青少年如何防止他们从事非法运动牵赌，或者是德州扑克牌非法博弈的游戏呢？好，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博弈网站，那就是他们诈骗集团就会有就是专门的那种很厉害的工程师，那他就会把可能各项中奖的参数调到最低，那甚至是比如说我已经我也幸运的中奖，那他就会故意以各种理由推脱，然后不出金，不出金就是指说被害人没办法把里面赚到的钱领出来变成现金，那就永远都只能在这个网站里面是一个代币而已。对，然后那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们青少年会涉入这些博弈网站或者是说就是赌博网站，那就是最一开始就是可能诈骗集团他的成员就会渗透入我们的校园，那他就会可能以免费的赌资啊或者是代币这些就是话术来引诱我们青少年先去试玩看看，那等到青少年可能成瘾了，就这个还蛮刺激的，或者说有赚到一些钱之后，就会想要说，那就是蛮容易赚到钱的，那就是继续，砸入更多的资金去赌博，那就是最后，比如说我们被诈骗集团看到你已经被掉入陷阱了，就会故意让你把钱输光，然后要你可能说，要不要我借你一笔钱？就是比如说我再借你个20万，你来继续赌，那可能通常这时候已经青少年已经无法自拔了，就会去接受这个诈骗集团的引诱。那最后这20万可能也就都输光了，那也没办法无力偿还，那就会可能像我们刚才少年队副队长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最后变成可能诈骗车手啊，或者是说可能继续贩毒，或者是吸收我们其他的他的同学去当就是像老鼠会的下线一样，就是找其他人一起来进入这个赌博的网站。对，那我们要怎么就是家长要怎么去避免我们小朋友去涉入这样的网站？那我们这边建议就是比如说平常就是看他的交友情形啊，说你今天要出去跟谁玩啊，就是去观察一下他的朋友圈就是正不正常，或者是说经济状况，比如说以前可能一个礼拜跟你要可能1000块或者是2000块当餐费，可是最近突然一直跟你说要买什么书啊什么的，就是一直找理由跟家长们要钱，那这些很有可能都是可能已经有涉入这些赌博网站的情形。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哦，就是这个赌，另外还有一种就要跟大家分的是假投资的案件啊，假投资也真的是越来越猖狂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子杰。好，那我们有经过统计，就是这一两个月以来，不只是这一两个月，就是疫情之后，因为就是可能大家的生计都受到了影响，那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要去可能做一些投资啊什么来让自己就是生活不会遭到影响。那可能就是这时候就是我们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就是会收到简讯啊，或者是有一些陌生的 LINE 就会传一个连结给你说，我们有这个网站，就是你要不要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加入去投资？那可能有些是虚拟代币，有些是现金，都有可能。就是他像现金，他就会要求你就是我帮你代操，然后就会请你把你的钱汇到
一个账户里面，然后他一开始都会说哦，都会有稳定的获利，比如说你给他50万，他月初可能每个月都会给你可能5-6万，那你觉得哎，这是一个高报酬的投资，那可是可能像之后他就会跟你几个月之后就会借故跟你说，哎，那我们就是需要再更多的资金才可以马上有更高的获利，那这因为你已经有尝到甜头了嘛，每个月大概10%的获利一定就很心动，那就会再可能再给他几十万几百万，那这时候他就会把你封锁或者是借故不每个月给你分红，那这时候就是他就来报案，被害人就来报案，我们才知道，哎，原来就是最近这种诈骗越来越多。对，真的超多的，所以要带大家来看这个股市宪哥也特别站出来呼吁大家。哎呦，我是宪哥，这两年狂野期间，真侪人经济拢无好，想要赶紧趁钱，颠倒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今仔日要甲大家讲，最近上侪骗术啦，假投资。真诈骗！最近有真侪我的粉丝伫我的 FB 留言，诈骗集团用我的相片，用我的名经营 FB 甲 LINE 的群组，问我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我刚才因为新闻过，但都去用骗。嘛有真侪专家、学者、分析师的相片，拢去用诈骗集团利用去。利用股票最近烧腾腾的时阵，诈骗集团用电话、简讯还是 LINE 推荐标股。或未上市的股票，先交易加入群组讨论，标榜老师带你投资赚大钱，也有小额保本的方案，或是破解期货、后台程式、稳赚不赔这种的考核，让很多人因为一时的好奇信以为真，加入诈骗投资团队，骗子萨克拉就怕真济影片，让你看到真正心肝的烧。摕银票、拎背包，徛到跑车的边啊，感觉讲哦，因真正有够怕的。最近赚未少，慢慢你会感觉讲，那就会使试看卖哦。事实上，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你这种先开小钱、试看卖的心理，让你一步一步对入因涉害圈套。当你有赚钱的时候，想要领钱，诈骗集团就用各种的理由，让你安怎领都领未出。上界厉害的一招，万一你的投资若失败，因就假先讲歹势啦，无甲你照顾好，紧嘞紧嘞紧嘞紧加码。老师最近都找到一支标股，要将你了的连本带利赚回来。上过分呢，就是用网站欺诈银行的名义跳出来，讲你洗钱哦。你若唔交保证金吼，甲你冻结户头，甲你以上罚款。假使讲你已经将钱投入诈骗网站，免乱会记你。停损两个字，千万不要以为再投入更多的钱就能够拿回之前的损失，赶快报警！小弟讲，好茶无茶老家办冰干，稳赚无了，保证赚钱，哪有这么好看的代志？伊家己点点啊赚就好啊，哪有可能保护大家知影？千万唔通戆戆对人去背戆。有关诈骗的问题，记得查证、查证再查证，或打165防诈骗专线。最后，祝福大家万事如意，平安快乐。除了这个假投资诈骗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是网络拍卖的诈骗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犯罪手法有哪些。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贵公子黄浩平，掌声加加加。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最常使用的购物管道就是网络购物。对诈骗集团来说，这就是商机。疫情完全没有阻挡他们的脚步，有一种诈骗集团的手法已经做非常久了，就是恶名昭彰的假网拍诈术。现在又出现了假网拍2.0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单方诈骗。第一步。诈骗集团他会先假装自己是买家，通常都会瞄准那些高单价容易变现的商品。我是真的卖家，我就会把我的汇款账号交到诈骗集团手中。第二步来了，诈骗集团拿到我的汇款账号之后呢，就会假装自己是卖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位可怜的天真无邪的买家，诈骗集团就会把我的汇款账号交到这一位天真无邪的买家手里。最 tricky 的第三步，买家把钱汇到我的账户，我收到钱了，我把货也寄给了诈骗集团，但是这个买家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货啊。
最后这个买家没了钱或没了货，弄得不好，我的账户很有可能会变成警示专户，一个邪恶的诈骗集团从头到尾逍遥法外。这个就是所谓的单方诈骗最原始的版本。那它还有进阶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呢？就是我遇到的状况。一开始诈骗集团会假装自己要买的是我卖的一个200块钱的手机壳，他去找到另外一个想要买手机的买家，请他把20000块钱汇到我的汇款账号之后，这个诈骗集团会来跟我讲说，拍谁，我不小心汇了太多钱了，我要汇200块钱，按到20000块钱，你把剩下的19800块钱汇还给我好吗？于是我不疑有他，把这19800块钱呢汇还给他之后呢，这个人就直接不见了。所以呢，再一次跟大家提醒，网络交易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确认你交易的对象诚实、可靠、真实存在。第二件事情，不要透过 Messenger 啊、Line 等等的私下交易的方式，减少去跟来路不明的人交易的风险。第三件事情，使用诚实、可靠的单方平台，你们的所有的交易记录呢、对话记录都在这个平台上面保留下来，可以确保你的权利受到最完善的保护。如果你真的还是有问题，想要了解，甚至你本人不小心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的话，欢迎拨打24小时都开放的反诈骗咨询专线165专线，了解一下诈骗集团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千万不要再上当喽。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讲的，我是喜剧鬼公子黄平，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被骗，那个细节都要特别小心。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子杰。是，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种嘛，就是叫第三方诈骗。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一夜式诈骗，可能像之前比较常见的快筛试剂。那因为这个是属于医疗器材，我们是不能在网络上随便贩售的。那很多民众就会误以为这是可以的，那就是去找比较便宜的快筛去买，然后最后可能收到的是像保温杯啊，或是之前其他比较廉价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民众，就是如果你要去网络上购买东西的话，那就是可能找一些合法或是比较有保障的平台，比如说像知名的电商啊，或者是说可能一些可能比较有大家好评的一些卖家，那或者是甚至是说可能是面交，对，附近的话就可以类似像面交，比较不会被骗，你就当面拆开。对，那如果你是找一些可能比较就是没有一些保障的话，你就我还是建议说拆箱的时候就是录影，才可以保证说你拆的就是你拿到那个包裹。对，是哦，所以其实很多 mega 大家要特别小心，就是防止自己不要被骗了，这很重要。在网路上，什么世界都会发生。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那个副队长，就是在毒品的部分，其实是不是要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要怎么样小心防范？有关毒品的部分哈。我们有避免接触新兴毒品的5招，第一个就是学习防毒知识，了解吸毒的后果，因为吸毒会伤害你的身体，像伤害你的大脑，会造成幻想，还有精神分裂，伤害你的免疫系统，造成白血球减少，造成染上艾滋病，伤害你的血管，会造成脑溢血，还有心脏病，还会伤害你的泌尿系统，造成尿毒症，伤害你的消化系统，形成胃癌、肠癌的。那第二招就是不要对毒品产生好奇心。有些少年就想，我只吃一次毒品，试用一次就好。可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三了以后就会成瘾。所以不要高估自己的那个意志力。毒品的上瘾绝对你控制不了的。那第三招就是远离损友。不要因朋友的怂恿而吸毒，第四招就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第五招就尽量不要去网咖、电玩店、转球场等容易衍生不良行为的场所。另外，我们在辨识新兴毒品的部分也有4招，第一个就是有拆封、重新包装的痕迹的食品千万不要使用，第二个就是有特殊造型的药丸，像有卡通造型的药丸可能就是要吸引你食用的毒品。那第三个就是没有清楚标示的内容，表示它是非注册公司生产的，它的安全可虑。第四个招就是标榜神奇功效的食品，
或者是来路不明的烟品啊，尤其是没有品牌的烟类哈，可能就掺有毒品。啊，拒绝毒品的五招啊，第一招就直接拒绝啊，表明自己哈不吸毒的决心啊，让对方死心。啊，第二招就是远离现场啊，借口哈离开现场。啊，第三个就转移话题啊，不要在毒品的问题上打转。第四个就是自我解嘲啊，自己嘲笑自己哈，就是个胆小鬼哈，没有勇气去尝试毒品哈，对方就不会逼你使用。第五个就有余劝服，如果对方哈算个性比较善良一点的哈，啊，你就可以劝服对方哈，也不要使用毒品哈，啊，造成自己哈哦的伤害。谢谢。对，就是要请大家多鸡婆一点，就是如果发现的话，你要赶快来通知，然后要劝阻，不要再让你的青少年朋友陷入这样的危险。那最后剩下两三分钟，我们要请四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暑假期间各自办的一些活动，还有要呼吁对青少年朋友说的话。我们先请子杰。那我们像刑警大队，我们有特别办一个电竞挑战赛，那我们就是会我们主办的游戏是炉石战记。那我们里面的英雄战场的模式，那我们预计会在8月6号是进行初赛，那13号会是一个复赛跟决赛。那我们最后决赛跟那一天，我们有请一些知名的实况组来当我们主播跟赛评。那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可能比较高分的玩家，然后比较有名的实况组来当我们的最后的种子选手，跟我们民众就是最后打进决赛的一起同场较劲这样。所以也欢迎民众，就是而且我们还有特别的。留下一些名额，是我们基隆市的市民，就是可能我们基隆市的国中生、高中生，可以就是保障名额，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是，要赶快报名哦，上警察局的网站，基隆市警察局。我们那个报名的资讯之后会再公布。会再公布，好，大家就密切锁定，赶快来报名。好，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少年队。我们少年队哈有办理一个机警陪你青春，热力放暑假啊的活动，它第一步哈就是在我们机警少年队的脸书按赞，并且加入我们少年队官方的LINE账号来领取基点卡。那第二步就是开始运动基点，好，我们跟辖内的几家用品店、体育用品店哈啊有讲好啊，包括达益宝林球馆啊、瑜伽镜，还有基隆巴西柔术，以及我们基隆国民运动中心，还有攀岩馆啊，还有不用花钱的啊，你去登山或者是。参加马拉松、游泳、啊篮球等比赛哈啊的一个证明啊，都可以获得点数。然后第三步啊，就是在8月25号以前集满6点啊，就可以到少年队来换取好礼啊，包括随身包以及抽奖啊，像警车扭蛋啊的奖品啊。所以欢迎我们市民朋友啊以及少年哈来热情参与。哇，这样听起来奖品真的好多、哦，大家一定要赶快到这个基隆市少年队、警察局少年队来参加这一些活动。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交通队。好，在此呼吁青少年哦，开车、驾车不要贪图哦一时之快哦，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哈、哦。开车不超速、不抢快，混合车道不并行，多注意、多礼让，行经路口慢看停。行人行经路口停看听哦，让我们一同来建构一个安全的用路交通环境。是，对。最后要请我们的妇幼队。7月14号呢，在华纳威秀电影院，妇幼队有跟其他的单位呢举办《捍卫战士》亲子电影的欣赏活动。那7月16号呢，在仁爱亲子馆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办理。有关亲子讲座的相关议题的活动。那最后呢，要妇幼队在这边要呼吁，为了防止直接或间接成为儿少性剥削的受害者呢，青少年要有不拍摄、不分享、不持有相关照片。还有影片，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感谢今天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